各位观众，今天是11月21号，然后呢，我要去国际汉服街。今天在台北呢有1121，然后今天有一个同袍，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国际汉服节上街的活动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准备去会场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装扮。一个三件裙，然后被子就算一个送之，因为今天我看今天天气有点热，然后再多带一件圆领袍，然后想说等下冷的话就可以换，准备去搭捷运吧，记得戴口罩。我刘海剪坏了，又剪坏了。台北这边有一个算是一群体这样子聊天室，对，好多人。哦，这件是另外一件我带的外套，怕晚上会冷。这个是男生穿的，对。这件多少钱？这大概500-600吧。这么好？这都在淘宝买的。真的？对啊。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看社团，我们在 FB 上面有社团。真的？有，有看到大家都在那边。我们要移动到西门红楼了。只有一个小朋友，还有其他小朋友吗？目前好像没有看到。看到一个小朋友穿着科技裙飞奔过去，真的吗？平常都是看到商家图，第一次看到那个真的有小朋友穿，好快乐！太小了，买不到合身的衣服。哦，这是自己做的吗？自己做的。天哪！那这样他应该是之后就是10最大的，对，台湾10最大的少女了，太可爱了。我们在穿越马路，危险危险！我是第一次穿，就是在台北穿的这么招摇。台北好像也是第一次办这么大的活动，对，我就很难得啊，这么在台北有这么大的活动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哦，那所以你平常会穿吗？平常不会，平常没办法。但是如果出游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穿的。我最近就是在帮我爸挑汉服，可是你知道，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年龄段的人真的很难选衣服，为什么像这样子素素的就超好看的？对，其实男生的衣服比较素，比较不喜欢那种哇保养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你知道，我又很怕我爸爸就是年纪越大会越喜欢一些比较花俏的。对。乱买盲买，我觉得男生真的很少会穿上街，所以我觉得 respect。场上目前就是感觉以交领为主吧，感觉宋智跟明智都还是蛮多的，只是台北今天天气太热了。这是我今天第一眼看到的弹力，你平常会穿弹力出门？这是第一次穿哎，真的？那很棒啊，刚好赶上这一波活动。龙女，对。生鱼的那个时候，我刚好就一看到他第一次出，我就直接买下来。有摄影师，很多摄影师哦，在场外。各位跑跑，我们又拍大合照了。哦，请大家背对这个。现在还有人陆续在过来。哇！引起大家惊呼。欢迎回复。我现在就是收集一个收集的概念。我有看到你的发饰比较特别，是缠花的。对，但是自己做。你自己做？要不要开一个教学？就是有一些缠的。哪会？可
是我觉得很好看，结果我真的以为是外面卖的。谢谢你，很开心认识你。感谢。所以姐姐穿那个大橘围上，我觉得这件很可爱，之前有在我的频道开箱过。然后姐姐这一套是景泰蓝，超好看的。今天第一次穿衣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很适合。那你会有就是穿同一件衣服，然后一整个礼拜？穿的另外一件，嗯，对，就是连穿了几天这样子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件，圆领吗？对，这个是我女儿的，大人最小，然后小孩最大，然后我们刚好两个就是可以是一套的，好棒哦！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，是因为它两面穿，你要好好珍惜，因为妈妈有入汉服坑，就是会多很多可以穿的衣服。现在去对，我们要去走路了。鸭街，哇，真的很多人，四个一排。两个红灯，唐辉来了，我们已经走到西门，已经要出去了，走完了，我一路上都在赶路。原本说会下雨，但现在天气有够好，而且还很热，真的超热的，还是因为我穿汉服快，没有了，本来也很热，真的，你看我为了怕那个太冷，我还带一件圆领袍，看来是穿不到的。对，很需要穿那个就是胶领，然后穿假，然后我就忘记了。我也是，我又没有穿，我也要穿胶领，但我后来就。嗯，还是算了，今天这么热，还是穿宋制好热。很暗，那我也是。那这件相如好漂亮，太长了，很容易脱地。我觉得穿齐胸出门超勇敢的，因为就是我很怕掉。哦，你绑紧一点就 OK。有，可是我还是蛮怕的。我有两块汉服现在他身上。哦，这边裙摆比较长。嗨，挥手。可爱熟人。怎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？原本今年十月我打算要去西塘，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出不去，所以就报复性参加游行。赞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遇到了一个年轻妹妹。不是，我后来发现她也是年轻妹妹，大家都是年轻妹妹。年轻妹妹，对啊，年轻妹妹耶，高中生刚大学生，这哪有不年轻，超年轻。你是来做作业的？没有，我自己也想来啦。哦，Hello， 大家，就是你入坑大概多久？入坑还要试穿吗？两年吧。哎，所以你今天参加下来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第一次来这种好的机会，第一次穿着汉服走出来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之前那个汉服就是也是一一二一的时候，我有穿出来在学校走来走去，但是没有这么认真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走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对啊，这次有人办活动真的太好了。真的，我会有勇气走出来，想说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。而且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，对，真的，我以为是私人聚会那种，没人是几个，结果几十个，真的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好多。好，谢谢你。对，哎，我现在要勾搭到一个小包子，很可爱耶，超可爱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一个十三鱼女孩。好，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身上的衣服？这一套是十三鱼的桃腰。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参加这种活动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近距离的实地把玩其他人的衣服，就是就是一个鉴赏会的感觉。哇，我宣传一下。好，宣传我的 YouTube 频道叫温温，然
后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一下，会分享关于汉服还有服装生活。有兴趣的可以去问问那边看他的汉服频道。然后好不容易我们终于勾搭到一位就是贵妇少女，大名贵妇少女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装扮好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做明面比较重要？快乐吗？快乐吗？穿着汉服上街。你的头发很有明智的特色，超好看的。谢谢谢谢，你真的辛苦了。对于整场活动你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是说以后有没有希望就是开哪一类的聚会吗？我觉得茶会的部分可以多开一点。其实不管汉服是送字啊还是什么字的，都穿很多层啊，一定会很热。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西门町？没有啦，很棒很棒。现在就是冬天，是一个很好穿汉服的季节。还好今天天气还不错。对，没错，原本以为会下雨，但是没有，开心。好，谢谢你。我决定要邀请大家去吃晚餐。好，那你愿意跟我去吃晚餐吗？可以啊。你有想要吃晚餐吗？对呀，耶赞！我现在就是要勾搭跟我去吃晚餐的人类。我们在吃饭，然后这个是达达，然后这个是颖儿，哦，cool。还有温温，今天头发维持的普通。过医院实习之后，就有去什么医美？